那最后是魔王等级啊，三块木板六公分高度，可以吗？可以吗？哇塞，真的跨上去了，太猛了这个功能。大家好，我是吴少，今天给各位带来追觅最新推出的 X50 Ultra 扫拖机器人。最近我看了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发表嘛，觉得现在科技啊像科幻电影一样逐渐成真了，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搞不好有机会体验到人形机器人管家，如果身体健康的话。回过头来看，从问世到现在的扫地机器人呢，几年光景下来的世代更迭，产品本体从扫地吸尘嘛，到扫拖一体，再到有集尘、补水、洗拖布的全功能基站，功能呢是越来越多，但外形跟大家认知的机器人还是落差很大。可是我今天要测的这台追觅 X50 Ultra 扫拖机器人，虽然造型不像机器人，但已经可以说是有手有脚了。还记得之前我测过它上一代 X40 Ultra 吗？当时它的双仿生机械臂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边刷和拖布都能伸出来，让清洁不到的死角呢大大的减少。只是说还是有一些刁钻场景没办法处理，像我家客厅的茶几嘛，因为雷射头高度呢没办法到底下清洁，又或是阳台有个三公分的门槛，高度太高跨不过去，每次都清不到这两个地方了，就是我心中小小的遗憾。结果现在 X50 Ultra 的升级一次解决我这两个痛点，雷射头可以升降，让整体高度只有 8.9 公分，再加上仿生机械足能跨越最高6公分高度的连续门槛，这完全突破了我对扫拖机械人的想象。除了这两个新功能呢，还有像吸力从12000帕提升到恐怖的20000帕，滚刷模组从原来的单滚刷变成双气旋滚刷，毛发呢更不容易缠绕。那最后是洗拖布和基站自清洁的方式呢也有进化。今天的影片就会带大家完整的实测这台 X50 Ultra， 包含像外观设计、清洁效果、越障、避障能力以及它的全功能基站，都会一一的和大家说明。如果你对这种顶级扫地机器人有兴趣的话，这支影片呢应该会有些帮助的。那就让我们正式开始。先来看一下追觅 X50 Ultra 的外观设计，有黑白两种颜色，可以视家中装潢配色来做选择。我目前放置的位置正好后面是白墙，旁边有个浅色床头柜，搭配起白色的基座呢真的是很顺眼。整体造型很简约，上盖打开后是清水箱和污水箱，正面下半部是集成舱面盖，里面是清洁液、自动加注模组与集成袋，再往下内部有集成口和自动注水口，底部呢有清洗盘和清洗盘滤网。接着来看到主机本体了，上面的 LDS 升降雷射雷达呢目前是降下来的，整个面是平坦的，视觉上很舒服。打开面盖可以看见重置按钮和集成盒，那这个集成盒它是整个都可以水洗的，不过要注意洗完之后呢一定要记得把它晾干正面的话，我们从防撞缓冲板透视窗可以看见有 AI 红外线和 RGB 高画质双镜头，以及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双线雷射感测器。往左边看是边缘感测器到后方有充电接触点、自动补水口、对接口和集成口，那底部就很丰富啦。前方跟两侧总共有4个悬崖感测器万向轮旁边呢有超音波感测器，用来侦测地毯用的。再来是有机械臂的边刷主轮，主轮旁就可以看见收起来蓄势待发的仿生机械柱，中间的主刷看起来也很厉害，这个等等我也会说明。底下是拖布，还有一个定向轮，基本上就是走一个豪华路线，该有的功能都有。我先带大家看一下它的建图和清扫的过程，包含它的耗电量和充电速度。我们家大概50多平扣掉一个我爸的房间算45平好了，因为我怕扫地机器人进去打扰到它，所以在清扫的时候呢，它的房间门我都会把它关起来。建图时间呢，总共花费11分钟把区域稍加调整之后，开始用智能拖管的方式清扫全家，清扫区域的先后顺序我们可以自行调整了。那它清扫的方式呢，就是照往常一样，是先扫边缘，那中间再走工字形做全覆盖。因为这带有内建6400毫安时的大容量电池所以我想要测一下它的续航电量，从93%开始我设定边扫边拖，一共耗费了1小时又50分钟把我家扫完。那剩余电量有30%，这点让我非常惊喜，剩下30%的电量刚刚我说从93%开始对吧？也就是说超级复杂的环境，又要爬门槛，又要钻桌子底下，边扫边拖45平大的空间呢，总共也才耗费63%的电量而已。我之前用过扫地机器人，每次结束都剩20几%，甚至10几%，这个差距说真的还蛮大的。照这样算，100%到用
用完啊，少个六七十平呢，应该也可以。那再来充电速度也有提升啊，我就从30%电量开始测试充电，一共花了2小时又41分钟充满，差不多10分钟会充个5%左右的电啊，这个速度呢，我想也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月账功能。X50 Ultra 新增的仿生机械组哦，总感觉是科幻电影才有的科技嘛。那前代的月账高度是 2.2 公分，已经比市面上很多机种呢都还要优异。X50 Ultra 靠着这两只脚呢，能够跨越最高6公分的连续门槛，非常的夸张。像一般的家庭里哦，可能会有滑轨门、阳台、厨房啊、浴室啊等等这种会有门槛的地方。最搞笑的是我拆阳台，里面高度是2公分，外面居然是3公分。每次扫拖机出去之后就回不来，要加个爬坡垫呢才有办法解决。所以当我看到 X50 Ultra 的时候，就知道它一定可以解决我的最大痛点。好，它现在扫完外面这一区了，我们来看它怎么回家。哦，抬起来了。哎呀，哇，快过去，快过去！哇，轻轻松松，哇！太棒了。为了测试它的月账形态哦，我在房间隔了一个小区块，又去买了3块2公分厚的木板，创造不同高度的环境了。我们先只放一块来试试看，机械足呢不用伸出来，靠主轮后就可以轻松的爬上去啊。那接下来我们增加难度，放2块木板，高度来到4公分哦。我们可以看到距离大概25公分的时候，扫拖机会先停下来，然后抬起机械足往前移动，先让前面的万向轮上到木板，接着左边的主轮哦会先停住，用右轮让机身的一半跨上木板，然后左轮的机械足呢会先收回，再重新支撑起来，让左轮也上到木板，这样呢就是它完整的跨越障碍方式。那最后是魔王等级啊，3块木板6公分高度，可以吗？可以吗？哇塞，真的跨上去了！太猛了，这个功能亲眼看到这样的场景，真的会不由自主的赞叹，怎么那么强。那其实它有两种越障的方式啊，一种呢是像影片跨栏的方式嘛，呀还有一种是用跳远，左右脚会同时越过。那还有一个小细节，跨过这样的高度呢，落地时前方的万向轮一定是首当其冲，对吧？那这个万向轮居然是有减震功能的，在它落地时候能够减少缓冲啊，这种贴心的小设计也证明追觅的用心啊。不过这么猛的月账能力哦，还是有要注意的地方。如果拉到6公分这样的高度啊，边缘不能太圆滑，因为主轮还是需要摩擦力才上得去。没有摩擦力滑下来的话，就会变成主轮悬空，就需要靠我们来救它了。这好像也没办法吧？等以后它真的有两只脚走路就能解决，到时候连爬楼梯也没问题啊。家中有高处，那也会有低处。因为扫拖机器人的盛行，现在很多人选购家具会考虑到是否能让家中的扫地机器人进出家具底部打扫。但一般家庭呢，还是有许多既有的家具底部空间高度不足啊。像开头我有提到，我家客厅的茶几底下高度只有10公分而已嘛。X50 Ultra 透过潜望式升降科技降下 LDS 雷射头，高度仅仅只有8.9公分。在这个高度以内它都可以透过 VSLAN 的导航技术进去达到零死角清洁。它清洁顺序的逻辑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我就清洁客厅好了，它会先以雷射头升起状态来360度导航箭图清洁开阔的区域，完成后呢再降下雷达，用 VSLAN 的技术去清桌子底下，这样既可以测量到周围精确的格局呢，也不怕低矮空间进不去。而这些低矮区域也会在清扫任务中辨识出来，显示在地图上，或是我们也可以用手动清真的方式也行。所以这台 X50 Ultra 不仅有手有脚，还会低头，目前家里的环境几乎是没有死角了吧，甚至不用去配合它改装潢啊、换家具什么的，确实是目前功能性最强的扫拖机器人。大家使用扫拖机器人的时候呢，一定遇到过毛发缠绕滚刷的问题。以前最早的配件是附上一只小小的毛发切割刀，让我们去清理滚刷的时候用来切割缠绕的头发。那后来很多机种开始用物理攻击来对付毛发。那前代的割毛滚刷 2.0 就做得不错，让吸入的毛发被刀片切割截断。只是它有一个小问题，头发是需要被拉到紧绷才会被割断。那这会造成滚刷的两侧头尾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头发缠绕。那其实和一般的扫地机比起来已经好很多了，但这代的滚刷又
又再一次的进化，名称叫做零缠绕气旋复合式滚刷模组，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双气旋滚刷。它是由胶刷和胶毛一体刷所组成的，胶刷呢是主攻地毯，用拍打的方式将地毯里的大颗粒和毛发清扫出来。那胶毛一体刷主攻地板，可以清洁到地板缝隙间的灰尘。那这种双滚刷连切头发都不用，整根直接从侧边吸入到集成盒，能最大程度的降低缠绕。甚至我用大量的头发在地板上做实测，吸完之后呢也确实没有缠绕的情形，体验真的是非常的舒服。不过这样的双滚刷结构会让扫地机的集成孔变大，可能会有人想说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吸力啊？那追觅呢也考虑到这点，所以加了智慧毛发压缩的功能啊，而且吸力从前代的12000帕提升到20000帕，这么夸张的幅度可以说是史诗级的提升了。我们一样来进行清扫能力的实测，像是绿豆啊、宠物饲料啊，或是卡在地板缝的面粉，全部都轻轻松松的吸起来。那最特别的是这种大范围颗粒状，它还会有特别的方式清扫这个等等我就会提到。再来要讲 X50 Ultra 的双仿生机械臂 3.0， 搭载全新的仿生机械臂边刷与拖布啊。那这个所谓的仿生就是模仿我们真人遇到角落时呢，会特别将扫具深入打扫。X50 Ultra 在清洁时遇到墙角缝隙啊，还有桌角、椅角等等，就会伸出机械臂呢，来把里面的灰尘扫出来。这些刁钻的缝隙看到的脏东西都可以扫到。哇塞，你们看他扫过的这个墙角。完全没有灰尘啊！每次测完扫地机器人，我的房间都超级干净，真棒。不过扫拖机器人最怕遇到边刷滚刷扫到液体之后还继续工作，这个真的是噩梦。我们可以看到 X50 Ultra 的三重抬升清洁模式，在遇到饮料、水渍或是酱料等等它会辨识脏污，自动将边刷滚刷抬升，然后拖布下降，只拖不扫，集成盒呢就不会进水和吸入湿的垃圾，甚至它还有全新的三侧感测器来侦测拖布肮脏程度啊，重污区呢会自动执行复洗复拖。那其实这个功能我觉得还好，它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我们遇到宠物饲料或绿豆这种大颗粒时候，还没吸进去就会被边刷给弹开啊。那 X50 Ultra 侦测到这些颗粒时，会抬升边刷吸力，自动开到最大，而且清扫方式还有特别设计过，它会先以正方形的方式清洁外围，再慢慢的往中间靠拢，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颗粒弹开扫不到的问题。我觉得这点和前代比也是很大的进步。那另外地毯的部分呢，就和前代一样。边刷和拖布抬升，滚刷下降，避免拖布弄湿地毯。而且追觅的主打特色就是拖布可以自动拆卸放在基站，真正的干湿分离设计。这个功能就是特别针对家中有长毛地毯的，毕竟拖布抬升呢最多也就是 1.5 公分而已，这样的操作才是最完美清洁地毯的方式。只是有一点要提醒，像我们家有两个小孩嘛，我客厅和房间都铺了很多的巧拼地垫， X50 Ultra 会判断巧拼为地毯，执行清扫巧拼区域时就像地毯区域一样，会抬升边刷拖布，只增强吸力来清洁巧拼。我记得前代是不会这样的，所以我去问了原厂，他们的回复是说怕地垫会勾到拖布导致脱落，因为只要拖布掉落就会暂停清扫。可是像我个人就是希望巧拼也要拖一下，所以解决办法呢就是进入地图编辑，将巧拼区域选择忽略地毯，后续执行扫拖工作时呢就能正常扫拖清洁巧拼范围啦。这边也就和大家做个分享。前面讲了 X50 Ultra 很强的清扫和越障功能，其实它的避障也有进步。现在家庭里有几个小孩或是几只宠物都是正常不过的事吗？那既然有小孩宠物，当然会有满地的玩具啊、袜子啊、拖鞋啊、电线啊什么等等的物品。那这代 X50 Ultra 有 AI 双镜头加视线雷射，已经能辨识超过200种以上的物品。我在走廊放置拖鞋、玩具等等的障碍物来测试，它都可以精准避障。还有遇到突然出现的人或是宠物也可以快速精准识别，重点是还能开启动态障碍物补漏的功能。这个功能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如果避开了突然出现的障碍物在其他地方清扫完的时候，还会回来把漏扫的范围进行补扫。我觉得这点真的是非常的贴心。然后它现在在扫我故意走到它前面，它现在绕过我了。好，那他现在就是这一块没有扫到，然后我们看他扫完之后，看最后会不会再回到这边来扫。回去了，回去了。
他发现那边我不在了，所以现在回去扫了。我们再看一下基座功能，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如果家中有小孩宠物啊，当然不希望扫除机器人打扫完回到基座后却把累积在基座的臭味跟细菌再带出来。 X5 Ultra 有八重除菌系统，总共有银离子抑菌、清洗盘除垢模组、选配的污水箱除臭模组、活性炭集成袋、清洁液、滤网，还有最重要的基座和集成袋的 UV 除菌灯。基座里面的风路还是水路呢，都可以做到抑制细菌和臭味消除，不会让基座变成他们的污染来源。再来是拖布清洁，最高达到80度的热水清洗拖布，看洗完拖布的前后比对，你们就可以知道这洗的有多干净。其实特别的地方除了80度以外，它还是循序渐进的四档水温调节。重点是这代全新的 S-Clean 自清洁喷淋清洗盘，前代的双高条自清洁也是好用，但还是要定期拆下清洗盘来做清洁。可是当我第一次看到 X5 Ultra 的清洗盘却吓一跳，这刮条怎么不见了？这就要说一下，因为它改用洗碗机的清洗模式，透过20个清洗孔高温喷洗拖布，里面呢只剩一个小小的清洗盘，其实也不用再手动拆卸清洁，因为上面的灰尘也会随着洗拖布的同时自清洁冲掉，可说是几乎不用动手了。就算真的要拆出来清洗呢，拿去浴室水龙头轻轻刷一下，再冲一下水呢，就非常干净。而且基座内呢，也不会被自清洁的喷漆弄得到处都是，日常维护呢，真的非常轻松。那最后简单聊一下它的 AI 语音助手，它叫做追觅 GPT， 有很多语音指令可以到 App 里去看有哪些。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你可以结合手势指令跟它说具体清扫的位置，而不是像之前只能讲来我这里清扫，等它来的时候我还要闪一下。那再来它的宠物模式呢，也是卖点之一，主要提升在于第一个优化宠物粪便的辨别率，第二个保持安全距离不碰撞到宠物，还有像是猫砂盆旁会自动增强吸力，然后是尿垫旁会自动避让等等，还可以透过镜头关心家里的宠物甚至抓拍呢来产生动态 GIF 档，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呢增添不少的乐趣。最后我们来个总结吧。坦白说，我之前在实测前代 X40 Ultra 的时候，就快要认为这已经是扫拖机器人的天花板了。没想到 X50 Ultra 又再一次突破了我的想象。追觅这次的创新确实是站在使用者角度来解决问题，像是仿生机械组升降雷达，清洁行为呢越来越趋近于人，而不是单纯的打扫机器。我不再听到可能被卡住或是困住了，请清除主机周围障碍物。请检查主轮是否卡入异物，并移到新位置启动。请取下主刷清理刷毛及轴承。这样种种的报错讯息会让我有一种花钱找罪受的感觉。那现在这一台追觅 X50 Ultra 呢，我觉得让它来克服环境就好。如果还没有入手扫拖机器人，或是正在使用前几世代的旧机种真的非常建议考虑更换这一台。当然还是要再次提醒千万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水货，不仅没有安规认证App 也不支援，更没有台湾官方的售后服务这点真的非常重要。那这边呢，我也会在资讯栏放上连结，有兴趣的都可以去看看。好了，以上就是我的说车结果啦，喜欢的话记得按赞和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关注我的 FB 和 IG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福少，我们下期见咯，拜拜。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